哇，现在厉害了哈！徐岩，我也是巴里斯。找你，找你的优势，然后找他的弱势，然后去打，找你赢分赢的地方，然后找他输分输的地方打，懂不懂？他就打简单点就可以。他吃你发球。对啊，但是这一局呢，就后来你要想你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哦，他打，你就快，哦，三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好的，注意点，他过去快做，再一个他过去快做就再跳上了。